Pacific 2B2B 804，进门右手边是两个非常大的 closet， 这是衣柜，然后这个是第二个，然后转过来左手边是厨房。右转是一个非常大的客厅，光线非常好，窗外的景色这个样子，然后右转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然后旁边是次卧，面积也是非常大。次卧自带的 closet， 然后窗外的景色。前走是主卧，然后这边算是一个，也算是一个 closet， 然后主卧这个样子，窗外的景色。这边有个小 closet， 是主卧里面自带的，然后是